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Ultimate。 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叫做《围攻传奇》，它是属于一款这个2D 物理益智的游戏，哈，有点像类似像是守塔，但是呢，它守的东西又很特别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哈。那这个游戏呢，现在这边想说啊，有一群敌人就准备进攻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魔法师秀出了他的魔法啊，那时候要做什么呢？来玩下去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的魔法师呢要保护这个国王。好，我们呢用了我们这个一个木梁，哎，保护好我们国王不受伤。然后呢，按下播放键。哦，投石机就这样冲过来，丢一个投石。好，我们成功的挡了下来。然后呢，怎么感觉它越来越烈了？然后他会投三颗，然后三颗投完之后就没了，这样子，然后就过关了。哦，第一关太 easy 了，没关系，前面都是新手教学。好，现在我可以开始直接建造石墙了啊，在高高的建筑区啊，城内点击滑鼠建造。哦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哇，等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嘿嘿，好，这样子放着是不是？哦，有，大成功。那这可以干嘛？我已经按了，那么谁进攻？投石机进攻了。哎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非常好。一样是三发，有成功挡下来了。刚开始应该都蛮简单的、啊，都是要国王要防御，有没有？后面可能会有丞相啊之类，越来越难的。哦，是属于意志类型的。哦，他现在是只给我三个木板，三个木梁。好，然后呢，木梁不能彼此交叉，或者与地面交叉，它不能交叉就对了。哦，好 ，OK， 我们有防御了。哇，这魔法师也敌人的魔法师，啊，我挡下来了。那这个视角不能往旁边看哦，只能看我这边的状况而已。然后呢，没了。啊，那魔法师干嘛？装逼哦。嗯、那个魔法师在干嘛的？来装逼了是吧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这游戏到底有几关啊？目前为止感觉蛮有趣的 啊， 这个是什么？我的那个我的保镖吗？是什么？建造一个桥梁，交叉重叠会使其更牢固。哦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搞哦。哇啊，这已经没了，最后一条怎么办？歪掉，歪掉，歪掉了，哈哈，歪啦！哎呀呀呀，好，再可以这样做调整，那么酷啊！好，我们开始。啊，这个人会死掉啊！哇，挂了，这样是不是救不了他、啊？他还被压扁嘞、欸，靠呗！哇，这样失败了，我不甘心，我觉得我这边再加一个板子。耶、yeah, ，这样该就成功挡住了吧？冲啊！有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的这个随众保存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三颗星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超过四个次出现字是吧？成功拯救国王，大家可以获得三星啊！对啊，我拯救他啦！啊，为什么失败了？为什么？那如果这样子呢？这还可以叫动脑筋啊！天啊！喂、欸，这样子放着，然后他会倒下来。哇，感觉有点尴尬哦。哎，国王去了。哎、欸。这样也不太对啊！哎，算了，这在没有办法，三颗星我也没办法了。那明明就救得到，我们倒退路了嘛？好了，算了，不管，生气了，下一关，之后再想办法。第五关，首先建造一个垂直的木块，来教学了。好哦，
现在我这字怎么那么小啊？在靠北啊？怎么那么小？现在从土中拉出一条绳索，与木头连结。哦，可以伸在土里的、啊。现在开始围攻国王吧。这是可以干嘛？哦，承受住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这个电弧啊，好像是我可以建造的范围的感觉，好像哦。哎、欸，这为什么这样子啊？超过了，这样子嘞，想会不会打到国王？哎、欸，不会啊，这样就好啦，就不用那么麻烦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这样子我就有三颗星的、欸，对不对？这样我应该有三颗星了吧？哦耶，果然，好，我们第六关。国王正处于危险之中，建造木块来保护他。好哦，点单击一块木头。哦，有了。我靠腰哎、欸，飞走了，好笑、啊。哇，怎么办？右键。哦，我们可以拉长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好像没事了。过关，哈哈，那还要等时间到有没有？过关，过关，过关。哎、欸，还要蛮好玩的，我觉得蛮益智的啊，个人觉得不错，我应该会继续玩下去，我觉得。快建造木块，阻止国王落水。这个这样子吗？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啊？这是可以踏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、啊？我蛮好奇的、欸。对啊，就用这个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么麻烦。嘿呀、啊，这样是不是有没有这么的澎湃啊？飞喽！过关。我们拯救了国王，该重赏了。哦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嘿呀、啊，建造模块越少，容易三星通过。那我根本不知道这边的敌人有多少敌人啊！我要怎么哦？哦，原来我们这个十字键可以这样子操作啦，哎呀，不早点讲，害我搞不清楚。所以说呢，两个板子保护我们国王不受伤。哦，哇，感觉不是很好、哦，会倒、哦，会倒、哦，会倒哦。抱歉 ，I'm sorry， 恶搞了，恶搞了，这要怎么过啊？这怎么过、啊？这样子不对，我觉得这不对。我们要用最少的资源来拯救我们的国王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嘿，放这个地方，一二三，嘿嘿，嘿嘿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我们国王就不会有事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最好是啦，去了，哇，尴尬了，大石头，这样可以吗？哎呀，怎么那么脆弱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这家伙怎么可以这么的脆弱呢？你说，这样怎么过啊？这样拉，然后，哎、欸，不是这个大的，我要大的，这样会好一点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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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后面还有一台是不是？哎呦，再撞一次啊，完了！哦，有三星，太好了，过了过了三星，第九关第九关。哦，哇，这次救两个人是怎样？绳子是怎样？木板？我们有绳子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只有木板跟绳子，没有气球，这是在玩什么？我不懂哎、欸。我不是很懂这个是在玩什么啊？怎么看都不对啊！绳子是要插在土里才有效果。嗯？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我觉得要稍微思考一下。绳子四条。嗯？
感觉这边就有点开始有难度了，没那么简单了。而且他这边也不告诉你有几个敌人会过来。哎，而且其实有点不太好操作，我觉得拉了一个木板之后，你必须要按得很准才行，不然的话他会直接被拖移掉。你看，你看，又不能选，啊，不能选是要怎么玩呐？啊，还要右键抵掉一下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也这样子。我大概知道那个绳子的作用了吧？应该是巩固不要崩塌的感觉。哦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绳子的用途哎。这样子，感觉不太对啊。爆屁，通通都爆屁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不对。全死了，靠北。哇，这有点难欸，这关不能用在石头上面，它的范围就这么广。哦呀，国王挂了，国王怎么的不堪一击啊，天啊。好啦，再加一层板子好不好，再给你一层板板好吗？耶、yeah! 过了，是什么烂游戏啊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其实也没有很烂啦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好，第十关了。你也可以按下空格键开始围城。哦，空格键是开始哦，快捷键啊。他现在教你如何使用快捷键啊。好啊，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应该是蛮简单的吧。我来看看。我来看看，不对啊，这怎么那么小啊？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嘿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状况如何啦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啊。投石机啊，可以啊，投了，顶多就投三颗嘛，对吧？我甲，啊，完了，第四颗死了。哇，居然是四颗，怎么会这样？再加一个板子，硬了，硬了，有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要是没有过。要是没有过，我就不会怎样。好，过了，太棒啦！三颗星有没有？第十关过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试玩到这里哈。这款游戏其实还不错啦，我本来是想玩继续玩下去的，好，但是时间有点不够了，不好意思啊各位。好，明天应该会继续这款游戏啊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喜欢这游戏呢 ，Steam 上面有在贩售。啊，这今天刚发布的新游戏还不错玩，大概两三百块吧，忘记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继续玩这一款，《围攻传奇》，拜拜。